旧时空，迎接新的冲动，任自己自由放纵，希望火种再次向我聚拢，我要跨越时空，重启中全新的征程，等待我们出发，在云层间找到了夕阳，抵达你身旁。看火力全开，定义未来，用爱证明我存在，车的驱动翱翔终身之巅，不论宿命蹉跎，就像这金发燃烧每个日夜，为你你的感觉，心跳的苏醒中该由我来掌控，是那一个值得孤勇，虚幻与现实中守护着梦，会做你的英雄。星云，你感觉怎么样？有没有哪里不舒服？主任，好痛，身体好像裂开了一样。星云哥哥，你慢点，你受了好重好重的伤，差一点就死了。痛死我了！我记得我们在剑龙山谷和卡氏打上了。那个卡什么的召唤出了一条大的吓人的古龙，我们逃也逃不掉，我用了虚空爪，然后就用古龙的那帮人呢，我们是怎么回来的？是你对付了他们呀，你忘了啊？我们都晕过去了，具体发生了什么我们也不知道，不过醒来的时候我们就已经在应龙背上了。是呀是呀，回来的路上星云哥哥一直都不说话，一回来就昏倒了，肯定是累坏了，香香担心死了。我把你们救回来的？嗯，可我一点印象也没有。给大功臣炖的龙骨汤来啦。真不愧是姐姐。哇，好大一锅。我使出虚空爪后发生了什么来着？星云，我姐姐都给你盛汤了，你这是什么反应？难道是痴心妄想要我姐姐喂你吗？啊！快给我喝，一滴都不许剩，然后跪着谢谢我姐姐的大恩大德。啊！我喝，我喝，喝一喝，喝不动了。喝，快给我喝。你都不许生！够了够了够了！明轩很喜欢星云哥哥呢。这就是男孩子的友情吗？好温馨哦。算了，懒得想了，反正也已经得救了，问题圆满解决，准备去斗龙学院报名吧。今年报名的人居然这么多，我能考上吗？小香，小心点，别走丢了。下一位，四名考生。星云、伊罗香、燕青莹、明轩，7日后来这里进行入学考试，
于事不候。下一位。奇了怪了，我这也算任务有了重大突破吧？那个破系统怎么还不出来？要是平常，估计早就跳出来吓我一跳了。不会又卡住了吧？星云哥哥，啊，快点走了。哦，来了，走吧。要是我们和星云哥哥能分到一个班就好了。小青青，你说是不是？哦，小青青。小青青，你肚子饿了吗？我发现你这几天都不太开心。没事。你有什么烦心事要告诉我？香香会哄你开心的。耶。你有没有觉得主人怪怪的？啊？星云哥哥吗？没有啊。那天从剑龙山谷回来，你还记得吗？可能星云哥哥肚子饿了吧。系统，系统，真不在呀？哎，还是睡吧。大爷，饶命啊！饶命啊！别走！别走！别走！你到底是谁？啊！